最帅气本部长南韩男星陈勋首度来台举办粉丝见面会，带领师弟热力唱跳，现场尖叫声不断。 演出傲娇总裁，但陈勋面对粉丝努力展现亲和力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勋。今天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啊，耶，扛场面了。戏里精湛演技，现场播放和女主角激吻片段，让所有人看得脸红心跳。 其中最著名的开胃菜之吻和泳池之吻，陈勋自曝其实这些原本都不在剧本上，都是他和导演讨论后临时加戏，即兴发挥。幽默的跟粉丝分享拍戏心得，陈勋首次来台举办见面会，陈勋首次来台举办见面会。 粉丝分享拍戏心得，陈勋首次来台举办见面会，让现场笑声不断，逗乐全场800万元。一身粉色合身西装，结实身材，更让粉丝们一饱眼福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